对啦，刚刚大家讲一下好了，你们知道昨天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昨天我不是参加怪物弹珠那个聚会吗？然后后来有那个我后来有那个干爹聚餐，大概7到8个人吧。然后在我们活动结束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就去吃一间在西门町的牛排，叫什么牛番茄还是什么鬼的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约好，我们先6个人到，然后后来有2个干爹，一个叫黑猪，一个叫随风。这两个干爹后来有说，哎，你们在哪？我们也要去吃，我们要到了哦。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件很屌的事情，很好笑。就那时候我们本来6个人到，然后后来看到黑猪走上来，走到2楼，然后后面跟了1个人。因为其实我们蛮多次干爹聚会了啦，干爹的样子长怎么样我们都知道。那个黑猪就带了随风一起进来，说：“哎，我带随风过来。”然后我们就想要奇怪，随风是不是变老了？我没记错的话，随风应该是个高三生，怎么把头发给剃平了，还戴了个帽子？但是他又长得有点像随风，然后很奇怪。然后黑猪在进来那个吃饭的地方的时候，就过来跟我们一起坐，但不知道什么，随风这时候跑到隔壁那桌自己坐下来。我想说，哎，奇怪，随风怎么坐那？黑猪跟我们说：“没有啦，他可能比较害羞啦，所以就坐那里。”可是正常来讲，不是干爹聚会应该要8个人一起坐同一张桌子吗？他又不知道怎么自己去旁边坐。我跟你说，干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犯鸟随风啊？因为我们刚刚好像让他等很久，他是不是在不爽？因为他好像在楼下等了10几分钟吧，他应该不知道吃哪里，在那边等了十几分钟，那 DC 群没人要鸟他。我随风是不是生气了？怎么办？然后我想说，哦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没有关系啊，他可能需要一个人冷静一下，我们就先吃我们的牛排。然后后来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想说不行啊，既然都是干爹聚会了，那这样的话不跟我们一起坐很奇怪。我又转头问，哎，随风，你不来跟我们一起吃吗？你不要跟坐那里啊。然后那个人就说，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说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黑猪带过来的干爹吗？此时打开我们的 DC 频道，黑猪说要带随风一起来，因为我们先到了啦。然后就随风说我在西门捷运站估生意了。这时候黑猪就说了，没问题，会走吗？我等你，要过马路11号。我们说好，没有问题，你那边大家过来的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假随风是大概在4点11分的时候我问他的。后来问完那个假随风之后，我打开我的 DC， 干，随风你怎么在这里？然后随风就一个人在下面等啊，我们还在那边跟一个不是随风的干爹装熟啊。而且重点是我们19分才发，哎，我们19分才发现呢，随风一个人在下面等了6分钟呢，想说奇怪是不是犯鸟，因为他根本没有进来，我们都以为他进来了。所以那个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干他妈超尴尬的哦，就黑猪在那边闹哦，他妈带了一个不是随风的干爹过来说他是随风。不过还好啦，那个人感觉也怕尴尬啦，他吃蛮快的啊，他自己一个人点了一份牛排，他大概下来吃10分钟就走了，他可能不想跟我们在一起了，他感觉太尴尬了，他一下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谁不尴尬？重点是那个人真的很像随风长大，因为随风是个高三啊，高三生一个屁孩啊，然后那个看起来像是大概是4年后的随风的样子。各位在干爹聚会、网路聚会之前，记得先问对方是谁啊。绝对不要连问都没问就把人家带过来啊，省得尴尬。By my will, this shall be finished. 跟谁双排啊？声音好淫荡。我跟那个阿里妈妈都双排啊。来，想跑？是。哎，海，干两只。有暗闪吗？有 nice。再冲回去。表面。这只可以。还想跑啊，雷子？嗨，安安。哎呦，他活下来了！干他妈太痛了吧！干，好像这 A 超痛哎！是啊，真太扯了吧！再插回去！你杀那只哦，我
杀凯南。我感觉好一点打。还好，不是可以拿吗？可以拿吗？哎，好像不行哎、欸，他太强了吧？他安安。穷酸了去！哎，你已经穷酸了去了。我有西莫，你怕？哎，你有看到好一点吗？没事。你走、哦！奇怪，他刚刚是投降啊，玻璃心是不是啊？哦哟，这里好像被抓到了，抓到，抓到，漂亮！麦斯哦，终于啊，双人线做事啊！啊，这个还 TP 过来，为什么会硬的？啊？杰超生气的、欸。他犯错重点啊，我们两个这么猛，他在问什么嘴啊？要嘴就嘴下落好不好？我明明就很肥，我们几个，我们两个不都蛮燥的吗？我九零一，他妈六四在那边开喷呢、欸！我天，超气的、欸，他气什么、欸？他就是一直过去，很奇怪，他一直打架，我们也帮不了他，我们也是很想帮他的。没有，裂地冲击太强了。我觉得是雷兹有点太硬了，他还无法解。哎、欸，杰！靠呗，他在往后走哎、欸！我九零一哎，关我屁事啊！我九零一还可以被嘴、欸，他在嘴你哎、欸！哇，我九零一都可以被嘴，这游戏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会被嘴、啊？没有啊，他打的每场的每波的架都不想赢他，我当然不想理他，我当然不翻他。狙击真难当。这个等等你要送他检举啊！哎、欸，我前面不是一直帮他吗？我前面帮他很多哎、欸，他怎么现在炸、欸？这个一定要检举他，他有点奇怪、欸。他打了每波我都帮不了他，我是真的帮不了他。哎、欸，打起来喽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怎么过不去啊？哎、欸，你没过来哦、喔。不是，我被也强卡住了。真的假的？你是跳到一半被我强打下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被墙卡。好险好险好险！看不到的。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可以可以 ，AD 点一下。这场感觉好像赢不了哎、欸。来一个捷晕，好，我一个 EQ。哎、欸，好像还守得住这样，可能要碾一下。再拖一下。哎呦没有，呜呜呜，我打得好痛哦。我就很肥哦，没有，我们会说就是杰在乱打哦。杰哥中间一直在送头啊，他中间一直在送头，然后我们就不在啊。他好像希望我每波都在他旁边啊。他在上路送头的时候，我们在下路啊。他就自己一个去打五个哦，然后再怪我怎么队友不搬哦，就很奇怪、啊。我们每波都是下视野的时候，我在下视野，我在看可能要守龙干嘛，在 cover 的时候，杰就往前上啊。我觉得这场我没有拿头，然后不做事啊。我拿头我是有在正确的位置，是因为杰一直脑冲，他就他妈旁边五个人，他直接打不上去打人啊。我们当然帮不了他，我们还在带线呢、啊。我觉得杰要搞事。哎、欸，这个都在送哦。哎、欸，我们 AD 还没有到哦，想要搭一下。我脚上。我应该死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哦。拖时间，拖时间。可以可以，我走掉，我走掉。你 BD 吧，你 BD 吧。哎、欸，好赞哦、喔！还行还行，哇 ，AD 还行 ，AD 没死 ，AD 没死，你快推吧，兄弟。欸、他们好像要，哎呦，要秀了吗？不是，他们要一波我们的。没事没事，我在我在，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，我等 AD 回来再上，快回来快回来，我没有、喔，不过我狙，我上了、喔，上 AD 哦、喔。哇靠！这也太痛了吧！还行吗？打完了！哎、欸，好险倒了，好险倒了！但我们是不是死光了 ？AD 也倒了 ，GG 喽！凉了，各位！干，我要狙这个姐啊！
没有，这个姐就智障哦。干嘛？九零一也被嘴、欸，这群嘴人都已经是已经乱喷了，想喷谁就喷谁、欸。你的罗马啊，检举！我只能说啦，这场会被检举的肯定是他。咱们四个一起检举这个智障姐啊！我也要检举他，检举他！妈的，操你的嘞！前面班里赖拿那么优势，自己中路送那边喷九零一也要喷，干你的嘞！这个姐难道是教授？诺曼，是吧？GG密的。